啊，对啊，诗诗，啊，你保安的设计，敢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啊？我最近啊，接到上侪通告，就是江海龙黑猪肉宅配，啊，佮有江家肉粽外卖，这两项工作拢真好签噶，你唔免烦恼。拜托诶，我最认真咧甲你讲咧，结果你佮伊拉滚生笑。我嘛真认真咧甲你讲啊，我最近本来无啥通告。好啦，加休困一下，陪一下爸妈嘛好啦。嗯。表姐，我拄只拄着林汉文呢，伊讲要请我做伊的助理，等下我过去甲伊顶身见面。是哦，啊，敢是甲法律有关系的工课啊？敢那是一个 BOT 案呐、啊？可能是文书方面物件要给我处理，而且我过当利用时间去上一挂设计课程。嗯，恁听起来袂歹啊。虽然大家拢讲你敢那算算，要不过是刚刚哦。还是因为你对生活琐事啊，拢无什么要紧啊，真正拄着正经的大代志哦，你要比什么人更加钉心、更加细心啊！我刚刚问诗诗的个性就是安尼啦，做踏实的，阿妈做实在，和我做会信任一点。所以哦，你若是去汉文遐斗三工哦，一定真好诶。你讲我这么侪好话，我是不是应该拣一项礼物送你啊？还是一定爱啊！哎呀，不过第三我礼物进前哦，小一经济要送给别人的礼物啦。这安娜，有空干爷不？是，你看嘛，这个好不？刚下海 A V 啊。我甲政府迄个金主也无熟啊，是不是适合伊，我是唔知啦。啊，不过这对鱼钩看起来足水呢。小姐，我们要看这对鱼钩。刚刚有先喊你落买啊？对啦，你的预算是偌济？6000六，比我想的搁较贵呢。不过你这个表情，小姐，歹势，我搁考虑看卖吼。行啦，咱来其他专柜看卖。小戴啊，我看也是要政府落好啊啦。6000六呢？你买落？不要紧啦。啊，飞电哦 ，A V 我那现在几型几乎，哎，6000几块不剩下啦。小姐，啊，你替我给包起来，我要送人的。你稍等我一下，我可以信用卡给你。啊，谢谢哈。姐，这边拄着跟几乎有关系的代志哦，你都预算无上限。恁哪有要紧啊？哎，查甫人哦，伫外口咧做事业，当然免出来替顾咧啊。谢谢。这机会当揣到你哦，真正是你福气啊！哎呦，我安尼常常讲啦。啊对啊，我要去鸡汤啊，去予恁姐夫，也个人同事啉啦。啊，恁唔是有代志要报应？做你啊，唔免烦恼啊。我要先去林汉文的公司啦，实在了解工作内容。好啊，爱记的哦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落来个细字啊！嗯。啊，我有炖一个鸡汤哦，要来给你补气嘿，这对身体足好诶！啊，你甲志远拢会当啉啦。啊，我甲恁听情话，恁先啉啉诶哦，小等下上班较有精神。好啊。这下就多谢你。哎。多谢。祝贺你妹，妹妹，想袂到吼，你唔但幸福，而且佫找主食，无怪的志愿会选你做牵手。无啦，啊，我会晓做，就跟他吃尔。顶多是 A V D， 啊，人遮尼高，啊，穿差佫遮尼水，虾米查甫人娶到你哦，唔只是幸福。啊对啊，啊医生讲我怎？
你的身体敢有要紧啊？啊，到变花骨镜头啦，不要紧啦。是讲迄天志远送我去便衣，未赴去参加恁的结婚纪念日，嘛害你无食到烛光晚餐，我真就歹势呢。没啦，你莫你讲，爱飞电脑饭随时都买当食啊。等到是你雄雄欢喜，啊，这件代志较紧急。啊，你台湾也无亲人啊，何志远过来照顾你，这嘛是应该。所以我暗算要补偿美美，我要安排一天休困，带美美去浸温泉度假。可以帮我庆生一下，算是包括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真是的哦，那恁今就拄好个呢。我有一个朋友在宜兰礁溪有开一间温泉度假村，伊会当免费提供房间予恁住，只要甲电话甲讲一声就好啊。恁千万唔通拒绝哦，这个动作吼是我逼迫恁一个结婚纪念日。Baby， 也唔管你敢好。是啊。啊，你敢毋是做麻烦伊个？袂啦，哪会麻烦？啊，恁只要确定时间甲我讲，我敲电话甲讲一声就 OK 啊。啊，恁敢有决定什么时阵要去？阮爸明仔载生日啦，啊，阮规家伙啊决定哦，要做伙去餐厅食一下饭个。等阮爸生日也过完，啊，我都无代志啊，所以就爱看志远的时间怎安排。我来看一下。我明仔载拄好无预约，那你先明仔载去。来了，等一下就敲电话替你订房间。好啊，安尼就做麻烦你啊。啊，哦，我物件放伫车顶，袂记客啦。啊，我得客气吼，啊，恁等我一下，我随转来哦，随转来哈。哦。要送 AB 的礼物，差钱也袂记啊！你的手机伫遮，家己来摕啊。要唔过，袂用用手，用手犯规。歹势，害你等遮久呢。袂啦，啊是讲你到底摕啥物物件，哪会遮尔要紧啊？这是要送你的啦。啊，因为哦，阮志远的诊所，啊你出钱阁出力呢，互你做到三工的，啊真正毋知要安甲你说多些，所以我就代替志远买一个礼物要送你。啊，这毋是足贵重的啦，你毋好气嫌的。你莫安尼讲啦。我就介意的，多谢你。啊，唔好这样客气啦。啊，因为你今仔对阮足好个啊。啊，而且明仔载哦，度假村得个麻烦你替阮卡一个电话，我们家有免费通用。真正是甲你做多谢的。啊，对啊 ，Avi， 阿辉弟弟伫台湾哦，嘛一个人啊。啊，平时啊应该嘛做无聊的。无安尼啦，啊明仔载中昼哦，甲阮做伙来去，甲阮爸庆祝生日啦，好不？我刚才写当去。当然嘛是会用的啊，我全家伙啊拢足欢迎你的。好啊，当然明仔我一定到位的。那恁讲听啊。无啊，先来无用啦，我卖叫了你吼。